下班啦，快开门呀。奶妈来收小猫了，轮回躲在后面，奶妈一只手夹走。丁小宝宝正趴在小门那里玩，奶妈就过来把它抱走了。道具，哇，可以抱熊猫，哇，好想抱。宝鑫乖乖的等着奶妈回来抱。奶妈喊宝鑫，宝鑫蹦跶着就去找奶妈了。金霜趴在地上乖乖的等着下班，一听到谭爷爷的声音，金霜惊喜就往门口跑。朱玉和重阳离得远一些，只能拿盆盆奶去吸引了。谭爷走过去喊，这俩才慢慢起身。然后爷爷跑着让他们追。朱玉还坐下来等重阳。朱玉和重阳也回去了。然后是收二狗和艾九，谭爷蹲下来喊他们，自己就走过来了。花花这次自己走回去的，终于不用抱抱了。到了门口还要等弟弟，看着粉丝们也挺不舍的，不过还是回去了。荷叶慢悠悠地爬了下来，但是小门已经关了，自己知道跑到奶爸的那个大门等着。快点开门，我要回去。最后右边的门开了，荷叶就从